大家久等了，现在马上带大家开箱台福最新 A 车神风玉堂。在今年初 QQ 飞车推出专属生肖车神风玉堂，蓝儿国际服在这个时间点推出鼠车，兔兔猜想可能鼠年已接近尾声，不赶紧推出的话牛年就要来了。按照原本出车顺序的话，鼠车应该会在冰皇及雷诺之后才推出，这样的话应该不难猜出下一台是什么车了，十之八九应该是冰皇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来抽看看鼠车好不好抽。这次鼠车的抽车方式与 QQ 飞车不同，是在奈米车间来抽取，可能是提前几个版本出车，所以游戏还没有 QQ 飞车的抽车画面。先来看一下奖励部分，车、宠物、宝宝时装、滑板，还有一堆玉琉璃啊，这个要干嘛用？哦，原来玉琉璃用来合成的，那不用猜了，鼠车一定是合成才会拿到。宠物也可以合成，哦，原来只要有鼠车就可以免费领摩托车。先仔细看这次活动，以免漏掉讯息，这边可以拿玉琉璃，感觉要先抽到鼠车才有办法来领奖励。这里还可以领抽奖卡，大概知道怎么抽了，开抽开抽。戒指，第二抽宝宝时装，咦，摩托车，原来是七天。看来五十抽可以拿到的玉琉璃大约是100出头。第六抽，哎，又是宝宝时装，这个画面是滑板。目前100抽284个，目前200抽，先领个奖励。嗯，应该不是永久，果然是七天。目前230抽，钻石正在消失中，应该快要挤满了。这50抽结束，来看看一下。280抽，800多个。
目前380抽，有30抽是活动送的，花费的钻石是350抽，大约8000钻。这样的话，8000钻抽一台车送一台 M2， 至于划不划算，各位再自行考量咯。但是论这台摩托车的颜值，确实是有史以来最好看的一台 M2。 从外形来看，是目前嘟嘟认为颜值最高的一台车，如白玉神驹的外观以及追光者的喷焰，仿佛是这两台车的结合体。在轮胎的设计上，充满着未来科技感的风格设计。夜行者的皮肤如星空猎手的配色设计，与神风玉堂的外观有着明显反差，仿佛一直在光一直在暗的老鼠。特性方面，小喷动力加 9%， 开局使用双喷马上获得一颗氮气，也因为这特性让所有起步车瞬间打入冷宫。搭配夜行侠的皮肤特性，集气速度增加 0.1。 改装部分，改中左左左，双喷244.8 ，WCW 291.5 ，CWW 309.1 ，WCWW 313.5。转向方面中规中矩。那么今天要来跑许久没有跑的竞速赛，相信很久没看过兔兔跑竞速了，那是因为会越跑越气啊。例如这样，还有这样。虽然竞速场上碰撞是难免会发生的，但还是想轻松玩游戏，所以都只会在道具场上遇见兔兔，而非在竞速场上。那么今天就用鼠车来跑竞速赛看看 ，Let's go！哦，也有人开鼠车。跑一个第二，哇，没按到双喷。
绩不错，捡到第一名。又被挤到最后。几场下来，虽然兔兔没有将鼠车的领跑优势展现出来，但整体速度真的是非常快的，能够从后面名次追上领先对手。相信其他大佬使用鼠车，能够更充分利用这台车的领跑特性，并且起步冲出去就很难再追到。至于这台车的起步特性，会需要尝试不一样的跑法，并非每张地图都适用于起步就开氮气。如果碰到起步就是连续弯道的地图，那这颗氮气也就没有用处。至于值得入手吗？论强度，绝对是目前版本的强势车；论颜值，只有帅来形容；论价格，保底会落在8000转上下。另外还白嫖了一台 M2 神风无垠。如果一台 M2 的价格为3000转的话，换个角度想，神风御腾的价格就是5000转。所以大家再自行考量看看吧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